想这些牛仔外套，它的话特别是这里是做这样子抽绳的哦，抽绳的设计，后面这样就等于说你可以把它抽紧或是放都是 OK， 就是你们可以去调整。这一件是韩国的那种喜色，它其实是那种有点复古的，然后它不是全部一个颜色哦，它会有那种就是那种层次的那种感觉。哎，既然你说这是什么色，我是说这个颜色看起来那个会这样复古色啊，专柜级复古洗水色，专柜级的才会复古的洗水色，然后旁边都是有做像这样子。我喜欢的是它的抽绳，对，它有做那个抽绳，然后口袋。这是真的吧？真的，只是因为它新的口袋都不会拆。对，这边有真的，然后这个也是真的，还有这里有一个小小有搭过的，小小的不知道干嘛用的，但是也是真的。有搭过，这也是搭套装的时候。哦，前面对，你前面是有搭过。那手袖这也是做这样子，比较可爱。我还是要这样穿，一定要往后拉，一定要往后拉，不能穿的呆呆的。这边有抽绳，这边有抽绳，大家看到吗？这边有抽绳，然后可以调紧一点，就会比较有腰身，然后比较短版，比较下手，所以你可以自己调，你想要调松一点、调紧一点都可以。然后这是牛仔，它是56号，这个是。这个布料就是它穿起来就是，就一般牛仔裤的那种感觉。